直心是道定哇，潜心是正道，誓愿道根种，菩萨成佛时，积聚功德，众生幸福来生极乐。直心是道场，咱一直都是讲究咱这念心，告诉咱这念心，这念心嘛，就是咱的道场啦。咱家己这念心，若顾袂好，要安怎修行呢？三世一切佛，一切唯心宗。所以这念心，就是咱修行的道场。咱要安怎修啊？咱爱深知深信，爱深愿力。佛法，咱爱正知正见啊，咱爱真深深入佛陀的教化啦。佛法是安怎甲咱讲啊？咱对佛法呢，必定爱用最诚恳的心听闻、深入，听了后啦，用心啊去体会法，可以会当直入咱的心内，法那会当直入心呐，咱这片心啊。无不都是正道，因为咱潜心信法，法就是道理，道就是一条会当行踏实的道路，一片会当得到佛的境界。菩萨的道路，这念心就是净土。咱心无受其他，甲咱困扰，也未受到其他人我是非来扰乱咱的心，未受到烦恼，搁在。无明把我们覆盖去，我们的心总是呢一片清净的道场，那就是我们的净土啦。弥陀罗尼祖，他将要接受佛陀的授记了。佛陀呢真赞叹的弥陀罗尼祖，因为伊的心就是直心、深心嘛，无不都是道场，无不都是清净，伊会当体佛的心意，伊会当行佛。所谓行一道，这就是护了那弥陀罗尼祖伊的直心甲深心，伊的心灵一道场啦，那就是凭着伊一念深心的誓愿，伊。直心深心的誓愿，伊了解佛法，
开始呢，发弘誓愿，以愿度众生。四弘誓愿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真开阔。敢若讲地球啊，遮侪个国家，190多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有的是足大个国家，有的是细细个国家，有的富有，有的贫穷，有的国家人善良。国家人啊，善良啊，等等啦，每一个国家善恶的民众，都拢总有国家，有国家真多的问题，这拢总是心乱呐。人人的心地呢，就是安尼烦恼无明，所以佛各家来人间，唔是为着一个国家，为着一方的众生，伊是爱涵盖十方啊。也是所有的众生，因为安尼叫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所以誓愿度群众。这是富留那弥陀罗尼子的心愿，四弘誓愿是所有啊佛。愿，这是佛的总愿呐，就是四弘誓愿。每一尊佛要成佛，未用的欠少四弘誓愿，四无量心，这是总愿。所以誓愿度群众，菩萨。成佛时，在菩萨啦，要成佛以前，就是伫这个誓愿度群生这段的时间呐，安尼呢，累生世累积过来的时间，所见呢众生的缘。这个因缘啊，积聚啦，自然啦，功德圆满啦，以所化度的众生呢，也会当依佛同款，以受益化度，所以依佛同世来生极国，甲即尊佛。因为过去生一直有结过缘啊，过去生啊，也未成佛的以前行菩萨道的时，累生世呢，杀波精济结善福缘，这些福缘积聚啦。功德完成，哦，来生来世依佛同世，这是咱一定爱相信呐。菩萨就是爱真普遍，闻众生声，找众生的苦去救啊，是安尼。咱即几天一直都是伫咧讲，一群菩萨现在也阁是伫萨维亚，
应，从十一方来无同的国家共同来到萨维亚，就是为着这项代志，为着另外一方的国家在多难啊、苦啊、寸步难行啊，受尽了天地之间世代不凋，偌呢真多风险的过程，干那为着要救性命、家庭、人会当活命，所以因安尼伫咧多难啊，苦不堪，一心无着。住宿无处，亲像安尼的苦难人，有了因缘，因就赶紧把握这个因缘，安尼来到这个国家里，已经呢，才做工咯，从开始的入去。一直到现在，因早出晚归啊，在迄个所在，就是期待，在前面的路会当打开，予较侪的难民会当行过来，予咱会当顺利，甲准备好的衣物啊。赶紧跟好因呐！但是呢，等到这个时，过来会当过来的量呐，是无多啦，三两百人，安尼呢，慢慢啊，伫咧释放过来，还因都爱滴啊耐心嘛，好看到因滴。迄、那个所在，每早起要出门，啊，就安尼分两条线，同款呐，爱分去阿德塞维斯迄、那个所在的中继站，车那入来的时，互因伫遐停留一时啊，好，咱就是爱赶紧把握迄个时间。赶紧甲因互动啊！甲咱物处呢，披上因的心，看到因，甲这个物处衣物啊，从帽啊、帽啊、围巾、衫、鞋啊，拢总全套呢，安尼，互因穿着伫身躯里。看到因电脑笑容，安尼咱安心啦，也留守伫迄个车站附近，诶，难民的中继站，即入来出未出去，或者是入来伫咧等车班，爱坐火车。另外一团组织人啊，就伫迄个所在为遮个难民啊来服务啊，啊，看到真侪个难民伫迄个西德火车站个难民营里呐，有个呢，即门机拍开啦，会当上火车。有的搁伫火车顶呢，搁予人赶落来，还是安怎啊？证件无够啦，有的呢是证件碰见啦，较紧搁落来匆匆啊！伫迄个所在，粪扫堆啊，一直去变啊，
主祭人啊，甲其他的人都赶紧替伊滴滴吹啊，吹无迄种呢，一边那吹，一边那哭，火车都要开行啦。伊一正行，也阁是伫咧吹啊，也阁有人是火车载转来的。受伤啦！出去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呀，已经受伤。一个名叫做哈山的男子吼，他就是被遣返回来的，因为伊落车要入去的时，竟然呢受迄个国家啦，都、就是该冻掉的。唔肯回去呀？那是为什么呀？那就是因为呢，伊证件阁有问题啦。所以因为有问题，伊就无法度呢入去。但是伊要过关的心切啦，啊，警察呢就安尼，该拍伤，这手呢已经受伤啦。搁在倒转来呀，真愤怒！咱的主祭人呐，都赶紧呐，安尼伫迄个身躯边，一直伫咧解抚慰啊，哈，请伊都爱耐心再等呐，袂入去苦乐哀思呀。这条路呢，还是呢，真严谨吼，虽然会当滴。萨维亚已经上火车去了呀，已经到达了科罗埃西亚，都已经落去呀。但是第一个所在，阿那呢冲突啦，在被遣返，手骨在受伤，哦，实在是真愤怒呐！啊，看到苏维。伊安尼伫迄个所在呀，真轻柔呢。安尼，该抚慰，也阁有看到，迄难民委员、难民委员会的负责人，吼、哦，本来对难民呢，嘛是安尼态度足不友善呐。难民要过庭呐、啊，真正是。亲像爱过迄个第一个关卡吼，有一寡这个真恶的态度伫迄个所在。那但是呢，主祭人即几工伫迄个所在，迄种诚恳的爱啦，伊呢被感动啊啦，这位难民委员会啊。这中继站的这一位负责人，太多拢过落软落去啦，甲主祭人呢，好朋友啊，甲主祭人的态度同款呐，嘛是安尼，成菩萨咯吼，那这都是化度众生啊，誓愿化度众生。苦难的人，咱甲抚慰伊的苦，咱该披上了温暖的衣物，咱的态度，给一个有亲友啊来关怀伊的心，真的就是伫伊的生命中啊。一份的发心、发喜啦，将菩萨付出这份爱的态度，将内心呢、直心、深心的道场，安尼呢，无私的奉献，好因虽然伫亲像。当然，亲像一场的恶梦啊，
无法度好清醒的恶梦多时呢，由不得自己，前途茫茫。会当经过一段呢，很温馨，一群的菩萨，真悠闲的朋友，在这个所在给接引，供应物资给因，好亲像过了一步的净土，这是菩萨在那个所在，博爱的种子，成为一片的功德啊。在那个所在，服务的人也是受感动哦，也有啊。自这人住在那个饭店里，我看到一张相哦。主祭人拢围绕在一起，在一块桌啊的周围呢，一个电脑在迄个所在，大家人正聚精会神伫咧听，听啥货呢？人间菩提啦，一当尊啊，拢这个法会当上天空呐。落人间呐，在人间菩萨围绕伫迄个所在，真用心在听。师父呢，伫咧讲因地萨维亚的过程，大家人啊，真用心哦。这嘛是法啦，伫离咱遮尼长的空间。伊嘛是伫咧听话啦，听因现代的菩萨伫另外一个空间呐、啊，去伫咧为苦难众生付出，佮带着这间饭店呐、啊，已经甲这间饭店的老板呢，佮上了一个真悠闲欢喜的缘呐、啊。这老板呐、啊，伊停出了伊个厨房，提供予租借人，家己去煮，煮出了家己想要食的素食，因大家人真欢喜哦，终于会当食到家己的家乡味啦，家乡味的素食啦，啊，这个老板呢？佫陪住这人去买菜哦，那去菜果买菜转来哦，利用迄个灶卡，会当安尼吼，食一顿呢，真真正正是咱的家乡味的素食，啊，大家人足欢喜的，这就是菩萨啦，因也是发愿啊。是发愿去的啊，顶顶的困难，因呢用爱的心，真正是软实力，哟，真柔软的态度，安尼呢，关关卡卡都是安尼过，好，真正是予人足感动的啦。所以咱爱用心，用心伫咱呢。日常生活中，这叫做学佛啦。学佛呢，咱有发起心、善业心，这就是咱修行的过程，咱修行的感受啦。自这人甲多位都结好缘啦，真正是伫迄个所在餐厅呢，好欢喜。言呐、啊、吼，啊，伫迄个所在，同款呢，也是听法，所以法喜善业识吼，也会当听法，也会当呢，食咱想要食，家己来煮吼，这拢种因缘际聚啊，这前面咱讲过去吼，积果众生。相依之心，一者发喜心，二者善业心，吼，就亲像伫
萨维亚的慈济人啊，这两行拢总加了吼，那这是第一个感受过程中的感受啦，这咱昨拢讲过了。那接落来的文呐、啊，有无量恶尽几千万亿，那有他诸菩萨众，你大神通，数无碍地，善令教化众生之类吼，这在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国土里的众生，因所感受的呢，无离开两项，就是法喜善业这两项，这都是迄个国土的众生所得的生活的感受，在迄个中间有。无量无尽几千万亿，那有他诸菩萨众，不是干那一般的众生啊，佫有这多的菩萨啊。这些名三性观想的德吼，在迄个所在有小性、中性、大性，在发明如来迄、那个国度伫咧修行啦，菩萨真多哦吼，发大性是嘛，诶菩萨众呢是几多啊？这些啊。现在的富留那弥陀罗尼子用大圣法以众生结缘，将来伊的国度啦，同款大圣菩萨众几多吼？所以这些人，这些菩萨啊，拢总得大神通咯，数无碍地，以及得数无碍。一定列国的心通啦，是爱将定力以戒而生定，以定而生慧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咱修行一直甲大家人讲三无六合，戒定慧唔通漏掉去吼。咱定是从修戒来啦。该做不该做啊？咱若修会好，咱的心呢，都袂受人我是非呢，摇动了咱的心，都袂散乱呐。所以无散乱的心呢，那精神念智，那就是得心通呐，精而不杂啦。集中精神，无事不通啊！所以这就是菩萨伊的定力吼，以诸法性色界明达，所有的法性究竟明了啦。法性就是咱人人本具有啊，天地之间啊。所有万物的道理呢，无一不通达啊！这会当证得所将无碍之地吼，那
是种无碍的，用心了解，就是啊，也应该讲是无碍解，是无碍变。只爱你，道理啦，拢真了解通达啦，无有道理，你不明白，明白的道理呢，人呐、啊，无法度去体会，啊那，甲咱曲解误解啦，咱都会当甲伊释解，咱会当向伊解释吼，这。就是无碍的辩才哦，那么这个四行四无碍，就是法无碍地，义无碍地，俗无碍地，傲说无碍，这四行，什么叫做法无碍地呢？那就是通达诸法的名字啦，分别无体，所有的法啦，的名词呢，咱拢总会当通达。一听这个名词，就知影内容啦。甲大家人讲苦啊，一字，大家人都会当通达。哎呀，人间真苦啊！所有一切一切的苦相，你无不浮现伫咱的脑海中。这法敢那一字啊，执啦啊，是呀、啊，执一字来呢，咱就会当体会了无量数呢。积极挖来的无明，造成了呢累累积实的烦恼真多，这叫做法无碍地吼。那法的名词啦，哪怕是一字多字啦，那一文一解，拢总了解这款的智慧吼。第二叫做义无碍地，那就是了知一切法之理，通达无碍吼。都这是名词，咱拢了解啦。那现在呢，所看到的呢，那完全通达，这是什么款的名词？知影道理，那会当了解呢？这是属于多一种的法，吼，就多一类的法，分门别类呀，拢是通达无碍。那第三呢，就是俗无碍地。了解，那么义理内底含的道理也通达啊。用什么款的名词啊来跟人讲话，好人拢听有呢？要用多一种的语言，因为众生这么真多的国家，啊，每一个国家各有多种。的语言，那要方法啊，到底咱会当通几个国家的语言呢？咱敢若讲伫个台湾呢，哈、啊、有客话，有河洛话，那有海口的，啊有山地的，等等啦，
敢若讲原住民，伊都有几十种因的语言呐。啊，总共一句呢，这词啦、语言吼，各种的这个言词呢，要安怎样应众生听会捌，会当了解的方法来甲因互动。所以过去吼，有一段时间，我拢一直叫大家人，恁爱学手语，爱学国际的手语，希望呢，拢任何一个国家来，咱那是未晓甲伊讲因的语言，啊，咱来用手比的啊，啊，但是呢，这嘛都因会通啊，所以讲起来方法啦。讲的语言真侪种未通，用笔的语言呢，嘛无讲大家人真通达，所以讲吼，要听法啦，嘛无遐简单；要讲法呢，真正也真侪困难；要度众生呢，吼唔是容易哦。所以言辞那未通啦，不通晓各种语言呐，那就无法度演说这话。哈，你叫我去甲美国人讲话，我哪有法度？无法度，甲日本人讲话嘛无法度啊，因为词不通呐，所以咱应该傲说无碍啦，是。辩说法义吼，那圆融无体为众生傲说自在，哈，咱那是讲不通啦，拜托人来甲咱翻译吼，那来找会晓讲、会晓翻译的人来翻，这就是傲说啦。我讲不通，来来来，拜托恁来替我翻。那我敢那一直呢，一心要互伊知影法是啥物，这呢想尽办法，手若比袂通，话若讲袂通，拜托别人来翻译互通，想尽办法啦。那这呢实在是真无奈吼，众生啊，就是语言各种不同啦。要度众生无简单哦，吼！不过呢，咱讲会通的、听有的，啊，咱都爱傲说辩才啦。一处再一处呢，好好学，学好呢，甲伊讲，希望呢有缘呐，伊会当接受吼。啊，缘呢是爱不断累积缘吼。所以咱要善能教化众生之类吼。遐个菩萨啊，发明如来的国度啊，遐个菩萨呢，已经这四无碍地啦，伊得大神通，故四无碍地吼，那善能教化众生，伊会当。教化众生啊，这些代志拢总通达啦，以法通达啦，义通达，俗通达，傲说无碍，以这个数无碍地啦，数无碍辩啦，以拢总具足，以会当安尼愿意投入灵根中啦。度化众生，这呢就是菩萨的心愿。
因为要成佛啊，必定呢爱经过这条的菩萨道啦。菩萨的道路是无简单呐、啊，咱爱用心行，迄、那个所在的众生参加修行者。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会当得到发明如来的教化，啊，渐渐拢会当进入一种发大乘心的阶段。那大乘心呢，就是善能教化众生之类吼，拢会当教化众生啦，用会当。心通无碍啦，故令善化吼，因为因已经呢具足了在心通，心通就是无障碍啦。下人间呢，要做一项代志，障碍多多啊。干一项的好事啊，要做好事的人呢，方法不相同。有的人啊，是直心为道场，就是啊，要做这项代志，大家人共同同齐来做啦。安尼啊，有的人呢，就会感觉。同齐来做这个代志，啊，都爱甲我有缘的人，或者是呢，好过去啦，有过了相处，同事过，哎呀，这个人歹斗阵啦，啊，这个人呢有无好的习惯、习气啦，从安尼呢拒绝。往来呀、啊，尽管伊已经是改过啊啦，尽管伊失去呢，嘛已经无尽啊啦，回过头来，来呀、啊，我要甲恁共作好事啊，要甲恁同事菩萨行啊，但是有个人就感觉。一个人过去是安尼，所以咱想办法，唔通予伊入来，唔通予伊来甲咱做伴，安尼呢？虽然你有好心，但是呢，欠了直心。你想要去做好代志，需要人，大家人来做，但是你敢那选定呢？你。会合、会合、会听你的话的人，摆脱了过去有一点嘛有挫折，那你都无要给伊机会，真呢？就是菩萨欠了直心，也是菩萨呢欠了嗔心，因为。嗔心菩萨念啦，那就是道心坚固。佛菩萨来人间度众生，一个众生都无要给流过，这是诸菩萨啊学佛的嗔心，不管伊伫偌远啦，只要有因缘呢。咱就想办法啦，要去给他帮助，想要给他度化过来，这是嗔心，这是直心嘛？看看现在的遥远的地方，离因的交际地啦，嘛是真远的所在，因竟然呢？不是只有从十方来，是十一方哦。这样，
11个国家的人哦，来到那个所在，配合因当地的人，同款发心啊啦，同款呢投入做志工啊啦，安尼呢合起来，本来是11个国家，现在呢是12个国家哦，包括因当地，咱过去讲过记者。各有匈牙利的记者来伫迄个所在嘛，甲咱投入啊，各有当地啊，算算的现在13个国家呢，已经呢11个国家去化度两个国家，迄两个国家呢，各布善经济，因嘛已经呢投入组织人群的内底。这呢，就是菩萨度化众生啊！这就是神通无碍、遥远的地方，因会当安尼，大家人共合起来去迄个所在，布善经济啊，遍空得点去伫迄个所在，能显化吼、哦，所以教导众生之类啦，国税。其类之教化，那伫迄个所在救人，同时呢，伫迄个所在度菩萨吼，这实在是真无简单。所以咱学佛啊，咱爱用心啦，用心伫发心入愿的过程中呢，咱心爱得啊，那咱发爱。深真正爱深入啦，安尼呢，咱就有法度。所以，直心是道场啦，那深心是净土啦。咱爱誓愿度群众呢，菩萨，这就是咱菩萨要生活的道场。咱昨讲过，合法喜善业，这就是咱伫咧吸收。正中咱的慧命的道场，咱爱好好吸收啦，爱时时多用心啊。